别给人捏红包了呀。人还没走进庙里，乡亲就开始喊副总统了。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除夕这天上午现身新北市金山承天宫，这是他每年除夕固定行程，只是今年多了新身份。乡亲们知道赖清德要来，一早就来排队，长长的队伍就为了领到准副总统的红包。要合照的赖清德配合度百分百，还有铁粉把他的书也带来，获得亲笔签名，乐开怀。其实金山承天宫等同赖清德的家庙，年年参拜是阿公有交代。因为这是我们家每一年都在选在除夕夜的来拜拜、啊啊、所以我今年再回来啊，等于是按照传统。不止除夕参拜，赖清德初一到初四也跟小英一样开始北中南走透透，而赖清德也透露是小英特别指示。有总统有指示啦，他是说这场的选举嘛啊，承蒙我们国人大力支持，那特别是新的一年啊，总统他本身也没有休息，也是从北到南，那我当然也不能例外，所以我从台南开始。初一从台南开始，一路走访南台湾。初二赖清德从南投出发，随后到云林、彰化、台中苗栗大型庙宇。初三来到新竹、桃园、基隆。初四从家乡万里昭陵宫开跑，到双北市公庙参拜发福袋。而除夕当天拜完家庙，赖清德还特地绕去这里。哇，你今天休困过后，你怎么来？坐下来嘛，你这都蛮。到新北市金山分局向春节执勤的员警们致意，准副总统的农历春节跟总统分进合集，对人民至上心意。蔡连选新北市综合报道。